觉得 RW 是一个蛮强的队伍，他们队伍的核心打法就是中野比较强势，往下路靠，帮助 ADC 拿到优势。如果我们打到他们的话，会在中野上面下苦功夫。지금 컨디션 상태는 R 때보다 좀 안 좋은 상태인 것 같고요 또 좋은 상태를 유지하도록 노력하겠습니다我觉得小夫这名打野选手打法比较偏嘛，他是一个武将，如果对上他的话，我只能化身智将才能跟他打。我觉得老干爹的中单优品选手的话，他这个赛季进步了很多，对线上面也是啊，打团能力也是。我和对米这名选手对线的话，说实话压力挺大的，因为他对线的资源都非常出色，但是我也不虚他，希望接下来比赛可以再见他。最近老干爹的状态都很好，尤其是老干爹的 ADC， 他玩的硬熊是很奇怪的那种硬熊，而且他打得非常好，所以我们肯定要小心这个 ADC。红眼灵是个挺全面的辅助啊，各方面开团保护都挺好，我觉得我跟他也差不多，我会保护好我们 AD， 打到最好的输出环境。我感觉他们辅助跟司马配合没我和他好，我希望我在下路能够找到他们配合的失误，然后进行击杀。